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，程景一的仇人究竟是谁？小伙伴们，我们都知道程景一他有一个仇人。在迷你宇宙中的记载，我们得知程景一他是花小楼的哥哥，他和花小楼一起亡命天涯，逃离锦衣卫的追杀。那这个锦衣卫究竟是谁呢？在评论区中打出2278，你将会看到这个人。我们发现了一张图片，而这张图片上我们发现程景一正在和一个神秘人正在打架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旁边的这个是程景一没有错吧，但是右边的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？今天经过我和学姐长达3天3夜的搜索与探究，我们终于确定了这个人，他其实就是我们的皮肤，他的名字叫做暗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他用的就是飞镖，和程景一打斗的那个人用的也是飞镖，所以这个暗其实就是追逐程景一和花小楼的那个锦衣卫，也是他们的仇人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现在知道程景一和花小楼究竟在躲避谁了吧？